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哦。作为观众，我们很早就知道了唐三是唐昊的儿子，但是作为剧里的人却无人知道，因为唐昊为了保护唐三，所以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和唐三的身份。要知道，如果唐三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的话，引来的可是武魂殿的追杀。刚出江湖的唐三又怎么可以顶得住各大高手的攻击？所以唐三隐藏唐昊是自己父亲的这一个信息点，其实也是为了保住自己命。不过唐三爱子心切，在很多必要的时刻，他还是悄悄地出来帮助唐三的。在唐三进入史莱克学院之后，赵无极故意出很难的测试题给唐三，欺负他。虽然后来唐三赢了，却受了伤，赵无极就被唐昊给悄悄地打了一顿，还警告赵无极以后不要再欺负唐三了。第二件事就是郭子博为了给自己的闺女报仇，把唐三带到森林里准备大打一顿。后来却发现唐三的魂环特别厉害，想要杀掉唐三夺取魂环，唐三面临的可是生死危机。所以在这个时刻，唐昊也出来帮忙了，虽然不是正面出来，但是也是为唐三解了危机。虽然唐昊帮助唐三次数不多，但是都是在危机关头，其实唐昊帮得多了反而不好，唐三就应该好好磨练一下自己，这样才能成为强者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对这期视频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